跟点券是一样的。我没有保护色，我派克很厉害的呀，我派克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谁都不爱说实话，除非肚子上插着一把刀。一起干起来吧，兄弟们！干起来就完事了。真以为我派克在摆吗，哥们？新观众往后烧一烧，哥们，峡谷第一派克。点出一个天赋。先走一步。出来吧你！献血钻。过来包一下火呢，我不是唯一一个要对所有人复仇的人。火男反应反的好快呀、啊！走吧，
我辅助真 C， 我下班打韩服，你们查我韩服战绩，我辅助胜率百分之八九十，真不是尬吹。哥们辅助绝活。知道吗？哥们辅助是纯的绝活。打了月了，哎，不交闪，我这波不交闪现都还好，哎，这个闪现浪费了。不交闪这波其实换，我想到了，我肯定是要死的。如果要换他的话，啊，这个闪现交的不应该，我还想活命啊！哎，我还想活命，太不应该了，浪费了。下吧，搞死他就行。我想先趁经验升个六。每个人都在挣扎着。给他多三千块钱经济啊！给对面一种我去游走了的错觉。我升个六。这波
没办法吧，兄弟们。可以杀，可以杀，我拿没技能了。哇哦，耶耶耶 ！AD 肥不肥？我养的兄弟们，我养的。这里应该会有个眼位哦，应该会有，因为蝎子上一波过来是做了个视野的。可以，兄弟。Nice， 可以可以可以，漂亮漂亮漂亮，飞机哦，这哦飞机是踢出来的，我说飞机上方好像死了，我记得。你还扭啥？你个小骚屁股和这扭扭扭的，骚得很。总算，这肥肥的小柯基屁股。狗熊格局太小了，真的，这个问号拼的我真的很伤心，真的很伤心。我不远万里过来帮他，不就是想帮你补个伤害吗？还不是故意的，他居然给我发问号，伤心了，兄弟们，真的伤心了。我的心好痛，我的心好痛。陆地上的人觉得自己很聪明，那就看看他们在水下怎么传奇吧。结束。没事，兄弟，给他希望，再让他绝望。AD 刚刚居然被单卡了，这把真是我在 C 啊，兄弟，这把真是我在 C。如果这把你们都能说我在躺，我在混，我真的，我觉得那就没有意思了。双闪双闪双闪
Nice。